在生命的道路上，我们本来不该有交集，但一场意外把我们连接在一起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满脑子想的全都是你。你，我考试几个嘞？不会啦，互相帮忙刚刚好啊。我决定了。干嘛啦？我要好好来读书啦。那你要好好加油哦。之前那个极度自恋的林薰跑去哪了？可能在夜市里迷路了吧。哈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。苏伟，苏伟，救命救命救命啊！妈啦，你刚刚是已经成功了吗？成功。直到那一天，我才发现一切都太迟了。不行，都是我害的。你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？说了一切会回来吗？